你难道真的要我离家出走你就高兴了是吗？你这都怎么说话呀？你这是跟妈妈说话吗？你说让我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别吵。你就想把我气死？什么都听？就是因为出现这个人以后，你的胆子变大了，敢跟妈妈犟嘴了是吗？原来不认识他之前从来不跟妈妈犟。他哪儿好？他哪儿好了？他哪里都好，他就哪里都好。我就是喜欢他。喜欢他，喜欢他当饭吃，当衣服穿是吗？喜欢他，跟他走吧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，这不用吵，那个，就是我，能不能不要生气嘛？就是，现在他们俩吵架，你作何感受？肯定难受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？将来如果再次出现他们之间这样的问题，而且是因为你，你怎么来摆平？我只爱他，他爱我，那我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如果妈妈不同意的话，我真的我真的很辛苦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特别一直想和他聊天呢，想和他见面，就是慢慢聊天，不是吵架那种的感觉。是因为你，我抚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马上就要被你拐跑了。这不是因为我，知道吗？不是因为你，因为谁呀？就从你出现以后，他开始变的。那我问你啊，你是说跟我犟嘴了？你是说你特别希望你的女儿开心对吧？你以后我们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以后见她的时候，你有感觉她开心吗？她开心吗？你拿什么让她开心啊？我知道啊，你就是给我最好的教育，最好的生活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内心真正想的是什么吗？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享受快乐的生活，开心健康吗？妈妈，这不都是为你好吗？小时候你跟我爸爸离婚，你为了不让我跟爸爸见面，我跟爸爸上课QQ聊天你都不让我聊，把我所有的信息都给删除了。小时候我喜欢画画，你非得说画画不算什么艺术，非得说按照你的意愿唱歌跳舞才是艺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唱歌跳舞我并不是很喜欢。我考大学的时候想考到南方去，想报考旅游专业，可是高考志愿的时候，你是硬生生的把我的志愿给改了，改成护士专业。工作你给我安排了，我所有的路都是妈妈你给我铺好的。妈妈就是希望你。你真的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，可是我遇到宝宝，他让我知道我应该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他有什么好的？你看看他有什么好的？他真的挺好的，挺真诚的，然后对我特别好，特别爱我。妈妈从小一手把你拉扯大了，我不希望你他再把你我身边夺走了。我知道，我理解你妈，但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真的已经长大了，我需要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希望你能尊重我，尊重我的想法。感觉能当饭吃吗？感觉当衣服穿吗？你喜欢他，好，跟他走吧，走吧。你们俩先沉静一下啊，我们似乎看见了，如果这个家庭将来如果能够走到一起，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来教一教宝宝。你其实很爱小韩是没错，可是因为你的存在而使他们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破坏了。当你不能够把一个幸福带给他们，让全家一起幸福的时候，那我觉得那一刻你应该退出，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代表你真正的爱他。只有你爱一个人，你才会希望那个人幸福下去。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你不应该跟他在一起，你应该退出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。因为阿姨，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，您一直怕女儿受伤，您给她设定她不想过的生活，是按照你一步一步的去给她设定的生活，让她去做。你有没有想过您的女儿愿不愿意过这种生活呢？
直到他遇到了这个宝宝，他才真正的明白生活的意义，懂得了什么叫做爱。所以我觉得您应该试试放手，让他们真正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妈妈就是不希望他走弯路，给他把把关。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幸福，不是看他有多美或者他有多少钱，其实是你因为这段爱情而快乐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现在好多中国的男孩未必能做成宝宝这样，真的。可是我非常的不同意婚姻只遵循快乐二字的原则。我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会一下子扑向宝宝，就连自己母亲的眼泪都不再顾及了，是因为她原来一直在温室里，她从来不知道到丛林中谋生有多么的艰辛。你如果不能从他人经验中汲取到自己未来的一个行事准则，就只能你自己撞得头破血流，然后你再回头了。这个是妈妈不愿看到的，但我想她终将看到。其实我想给你提一个意见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和宝宝在一起，并且让妈妈同意你的话，你下次不要那样跟妈妈说话了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一起来讨妈妈的欢心，或者是说做一些让妈妈开心的事儿，我觉得妈妈也不是那么的铁石心肠，肯定会同意你们的。其实上我已经开始理解开始于老师和志玲姐所说的这种文化差异，但是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去调解的。当宝宝的出现的时候，母女间曾经的亲密无间出现了问题，这个时候的问题就是在于你们两方，宝宝和母亲以及女儿和母亲之间沟通的方式问题和沟通的技巧问题，这个才是你们在接下来未来的生活当中需要去考虑。田家说到了问题的要害，如果你们这三个人将来要走到一起，你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，而不是天天吵着吵着就能吵在一起的，你说呢，小韩？是。